平安，平安。真欢喜甲咱做伙敬拜上帝，也要甲咱做伙领受对上帝来的信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只是安静伫你面前，求你的心用我的心来做工，求你的心教示我明白你的话，明白你伫我的每一天的生活中间的引传甲带领，予我领受你的教示，要照安尼去行，伊得到最后所有生命。阿门。咱今仔所读的圣经章，有记载耶稣伫要受咱进前的几天，伊伫耶路撒冷讲的一个譬如，耶稣会讲这个譬如，也就是面对讲，咱问伊讲，什么时阵耶路撒冷城会拄着代志？因为耶稣甲伊个学生讲，恁看见这个耶路撒冷，这个城，这个圣殿，总是有一天，伊要拄着代志，甚至石头甲石头无要相踏，就是讲要受彻底来拆毁。耶稣学生问伊讲，什么时阵有这个代志？对伫当时犹太人来讲，因个国家已经灭亡。在中间虽然有差不多一百年左右的倒立的时间，总是要过去让罗马帝国给灭掉。因为期待一个对上帝来说服因的一个拯救者，这个拯救者，因希望讲会当带领因脱离这对外邦来的统治者。因咧希望讲，离上帝所应允的福音的这个土地，就是迦南地。因伫遐会当，各有因家己的国家。因认为讲，这个来带领因建立家己的国家，而这个救主，就是上帝所设立来掌管到永远的救主。有一天，在上帝所为着因安排的日，这个救主要来。所以咱来看旧约的先知，不是只有以赛亚、米迦这些先知有咧预言讲弥赛亚要来，甚至有几哪位的先知，爸爸妈来记，包括哥巴底亚，包括哈巴谷。合界，伊拢伫遐咧讲，有一日，有一日，上帝的拯救要到。迄个有一日，后来受称作异地，后来用伫做做代志。人嘛讲着有一天，有甚物款的特别的代志发生，就讲异地。伊是异代表的就是日。有一日，这个救主要到，所以犹太人。因在因的民族的发展中间，因咧看到这个时间，迄、那个时间，弥赛亚要到的时间，嘛就是上帝的救主要到的时间，嘛就是因的国家要得到重新建立的时间。其实救主已经来，其实救主已经在人的心内开始咧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，总是犹太人。因伫遐看无，因无伫注意耶稣所咧讲的话，无伫注意耶稣所咧甲因讲的迄个天国亲像啥物。咱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，就一直咧讲天国亲像啥物，一直讲到咱今仔日读这章，一直到二十五章，拢伫讲天国亲像啥物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嘛伫遐咧甲因讲，上帝的国会有甚物款的情景，有甚物款的要紧的信息。总是犹太人无咧注意耶稣在所咧讲的正的，
因家咧咧看一下，讲这个讲话有神迹的观点的耶稣，伊会来甲因讲，迄个政治上的救助，人是要来。伊会甲因讲，迄个民族的救星，人是要出现。伊会甲因讲，迄个上帝拯救的日，人是要到。因想要爱好好做明白，所以包括耶稣的学生。嘛，同款咧，甲伊问，迄个时阵，甚物是要到？所以你若看二十四章一个开始，耶稣学生在咧问伊，主啊，甚物时阵要有遮个代志？总是耶稣的回答所讲出来的预言，却是甲民俗咧想的无同款。耶稣伫遐咧甲伊讲的是耶路撒冷城。圣殿特地有秘密，耶稣底下咧甲伊讲的，是一个历史的终局。有一天，伫咧临到，伫迄个时阵，有真侪人要伫遐自称家己是基督，有真侪人要伫遐自称家己是上帝所设立的，要伫历史终局的时，才要来的迄个救主。底下真侪人在宣告遮个，耶稣底下在讲的，讲你要看见真主大开来对天降临，要讲起伊家己用基督的身份来到世间的日子。遮个预言记载伫马太福音二四章，咱家己读会当读到咱今仔日所读的四十五章到五十一章。也可以当一直甲读落去到二十五章遐，也有讲到，天国亲像有十个查某囡仔，伊要伫婚礼中间服侍，五个较巧的有明白，较憨的无明白，论时间千年的事，有明白的会当应付。所遇到的状况，无明白呢，甚至受到拒绝，无法度伫遐服侍。第二十五章内面，又讲到一个国王，天国亲像这个国王，将无同款少爷的金钱，也是讲用即卖话讲资本。来交托伊所信任的三个老伯，总是伫因无拍算的时阵，这个家主，这个国王等下来看伊的成果。这个时间毋是因所预料的，总是因有的有真好的成果，有的却啥拢无做。第二个章也搁讲到。在历史的终局，人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一日报仇的羊羔，一日报仇的救主，伊伫遐来进行审判，将人分作绵羊甲山羊，会晓将痛心的行动来行伫至于世的人的身上的，要得到接纳，入永远的国。若是未晓安尼做的，要受着苦灾，到底你个爱永远的背叛。这个批注内面，拢有真深的关系。时间就是咱所未得预料的中间，就要爱来到。啊，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。所以咱伫马太二十四章三十六节。啊，是咱今仔读诶，即个四十六节到五十节，啊是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，是毋是到二十五章十三节？咱拢看见伫遐一再咧强调，迄个日子人拢毋知，只有上帝知。伫人还未明白的时，就爱面对迄个时间。
所以上帝伊无爱咱人去催节，遐个日子所要到的时间，免得人认为讲还阁有时间，免得人认为讲过来佚佗放纵家己的需要，亲像四十八十九、四十九节所在讲的迄个歹的路婆，伊了准讲还阁有时间，所以伊伫遐出手。来欺负伊的同伴，伊伫遐来谈些好酒，奉上伊家己的需要。做事无贼仔，清楚讲起，讲伫伊无想到的时阵，伫伊还唔知的时阵，伊的主人要到，迄个时间要到，伫上帝所掌管的历史的进程。那个时间，伫上敬畏上帝、听候基督再临的人的心情，扮演真要紧的角色，总是毋是人家己当决定。伫遐，耶稣基督清楚带予咱真侪启示，通过遮个譬喻，通过遮个信息，头一项的启示就是咧讲起上帝予咱每一个人。拢有够命时间来生活，搁爱咱伫生活中间实践伊的旨意。所以咱伫所看到的遮个譬喻内底，咱今仔虽然敢若读四十五章到五十一章，总是咱事实是爱对二十四章一直看到二十五章。咱伫内面看见有真侪在描述尽中有智慧的人因所做的陪伴。亲像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所在讲的，这个尽忠来分派所有的工作，各项处理到好势，等伊的主人无论什么时阵来，拢看见伊有真好的面，有真好的服侍。所以耶稣讲，主人要派伊来管理所有的代志。咱若看见迄十个查某囡仔伫二十五章的开始所咧讲的，有五个戆的，有五个巧的，迄五个巧的有智慧的，因就是有陪伴，搁较侪的油。所以当因做咧任何新郎亲人的时阵，因永远有够遐的油，伫迄个时间到的时候，因通点灯来服侍。所以，咱看见上帝予咱每一个人有咱的人生到遐时间，伫迄中间来实践伊的旨意。咱拢知影基督要过来，咱拢知影历史的终局要到，这是一个期待。嘛，最后会成做事实。总是上帝无爱咱每一工啥拢毋做。干了这样单，基督的再临；干了这样单，历史的终局到；干了这样来讲，我要进来去天堂，去遐来享受永远的福气。上帝，我爱咱干了安尼，结果无得过正常的生活。伊啊，伊韩国，捌有一个教会，就称做。伊个领导者伫遐来宣告讲，伊知影基督什么时阵要再临。当讲到这个时，我就想到，嘛捌有人伫十九世纪就预测讲，伊知影基督要伫1884年下个月某日要再临。结果迄天到无，伊就讲啊，歹势算唔对，差一冬是1885年。结果嘛无，后来就讲，啊，是1914年。结果嘛无，后来就讲啊，无拄拄到一年啦，啊，真紧就要到啦。嘛有人讲是1975年，嘛有人讲是2000年，到现在，咱已经到2014年。伫这个历史的进展中间，咱拢看见。
全世界拢有人伫遐在讲，伊知影，迄真当时要到。所以韩国这个法治教会，伊要求信徒把因的物件拢卖掉，拢处理掉，因为基督伫因所讲的时要到位，因伫遐来听候基督的再临。总是叫因所讲的时间，基督并无来，因全程的听候无去啊。所以在那裡他什麼都沒有，他們發現他們還要回來到現實的生活。這種的不只在韓國，在世界各國，在台灣也都沒發生，甚至台灣也有人宣告說上帝要派飛碟來載他們去，這讓人叫做飛碟會、結果也沒有领导者带一群人讲要去美国，要去坐飞碟，结果尾仔全唔敢回来。人常常要用家己所自认的知识，还是自认是有智慧，要来听候迄个日子来，结果拢无。只有讲要听候，基督过来；只有讲要听候，历史的终局。就是所谓的外境来，你到停止在日常生活中间尽家己的本分，等于停止在生活中间实行上帝旨意，这是一种浪费时间，也是浪费生命、浪费上帝稳定的做法。其实上帝伊爱咱在日常的生活中间。照伊的旨意来听家己，来听别人，来听上帝，将上帝的真理照安尼来个实践。伫迄中间，真自然来迎接基督的过来。所以咱卖当看二十四章的四十节，伫遐耶稣讲啥物？讲迄时要有两人伫园里。一个出去，一个放地。两个有钱人话无，一个出去，一个放地。真侪人在看这两句话，看耶稣句话咧，拢在讲哦，爱坚信，爱坚信哦，是讲唔好，无放出去，啊，怎放地都无去啊。总是咱搁较要紧来看，伫产业。他的话无表示什么？表示这四个人拢在正常的工作，因拢在正常的工作。那么看去四十六节，迄、那个井中的老婆，伫主人回来的时阵，伊嘛是正常的工作。那是什么人会受掉？上天什么人留的？上帝在监察。人所的罪，不是在那里决定吃的。人所的罪，就是用上帝所给咱这几十年的时间，也是真充足的时间，来学习，来成长，来超出上帝的旨意，让咱尽本分，在生命中间，照你去行。上帝爱咱善用咱的时间来服侍伊，一直到最后，咱会甲伊面对面。咱来看第二个启示，伫遮个讲到时间的比喻内面，咱来看见一项，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若是甲时间浪费，上帝袂阁予咱机会。去把遐个浪费掉的时间，搁家己摕当来利用。所以咱看见，迄、那个经营家己的工作，迄、那个喝酒，搁欺负谈判这个歹的萝卜，那就是伫四十九节所、搁五十节所描述的这个，还是迄五个
第二十五章所咧描述的愚戆的查某囡仔，还是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所咧描述的遐个受称作山羊的，未晓去听智慧世的兄弟的，还是伫二十五章中，迄个未晓好好善用主人的教导，把一千个囡仔带伫土里，讲是教行主人好。咱看起这片段，愚戆、无贴心的人，应该因的性命，应该因的时间浪费掉。当因到一日面对业主、面对上帝的时阵，并无机会通甲因浪费掉的时间，搁甲提倒转来。当然，咱拢知影时间。伊就无搁倒转来。有一个比如讲，迄时间亲像一个囡仔，伊敢若头前有一撮头毛，伊个头个顶端甲后边拢无头毛，拢金头骨。所以这个时间，这个小朋友对咱个面头前走过来个时阵，咱若要甲伊抓着，只有抓伊头前个头毛，才会当甲伊救着。等伊走袂了。咱才要甲伊抓，干那抓着后头壳啊，骨骨骨，拢抓袂掉，伊就袂去啊。上帝袂予咱甲只已经浪费掉的时间，通阁摕倒转来来利用。所以咱看起主人转来的时，这个歹的老婆，伊的工作还袂完成，就只浪费掉的时间。伊无法度，要甲伊找倒转来。伊必须要面对伊的主人，伊伫遐必须要来接受刑罚。所以，咱讲起咱的性命，就是上帝予咱的时间。上帝爱咱善用伫迄中间，咱所领受的一切恩赐，尽咱的本分来应跟上帝，来服务真好。所以告诉咱的主人公，咱还阁少年，咱一切拢还阁早，拢还阁有机会。所以随便浪费咱的时间，干那为着要追求个人的成就，还是干那为着要满足咱家己的欲望来享乐，就当上帝忽然爱咱去面对伊的时阵，咱会发现，咱已经无机会。但已经浪费掉的性命找到回来，浪费掉的时间无法度重新过来。所以到迄个时，咱要怎样对上帝交代？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圣经故事，总是这个故事讲来，嘛真让咱会当去思考。讲有三个小魔鬼，因完成训练。准备要来到这个世界来做引诱人的工作，要做以前要先实习，所以要实习以前，因就甲某位的领袖，就是撒旦，伫遐讨论因来实习的是要安怎做。第一个小魔鬼讲，讲我要甲人讲无上帝，咱嘛在圣经一句话讲。愚妄的人心内讲无上帝。第二个小魔鬼讲，我要甲人讲无地界，所以若无上帝，你毋免惊，做你安怎做拢无要紧。啊，若无地界，你嘛毋免惊有永远的刑罚。总是撒旦讲，恁两个讲这拢无效啦，因为这拢毋是实话啊。圣经嘛讲啊，讲人魔鬼撒旦，伊嘛相信有上帝，不过伊相信上帝，信到外要惊死，因为伊无要惊上帝的道路。所以魔鬼撒旦讲，恁讲的拢不是实话啦，恁讲骗讲无上帝，恁讲骗讲无地界，不过咧，人拢明明知影有上帝，明明有地界啊，所以恁来想，搁较。好的方法，
更加有路用的方法，才有法度来引诱人离开上帝。啊，第三个小魔鬼就讲，我要甲人讲，也毋免急啦，不要紧啦，看看来就好啦。啊，撒旦讲啥？伊讲，哦，这个方法有够赞，好，你去。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，家己自认讲要有时间，要免急，不要紧，所以伫迄中间就千年，伫迄中间，因就不知不觉来受着苦难。所以，伫这个故事内面，得甲咱讲，人上危险的自我欺骗。就是自认为要顾时间，认为要时间不要紧，后摆再过来，后摆再过做，不要紧。所以这是咱的生命，伫每一天咧经过的时阵，咱来进行去思考的问题。真本分伫上帝给咱的时间。也是讲，伊予咱的生命中间来服侍上帝，来应当上帝，这就是咱基督徒生命节节，嘛是上帝对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教导，嘛是世界的末节，也是讲历史的重要，当时要到，也是讲基督当时要搁再临，迄个日子。那个时间本来就在上帝的奥妙里面无人知道，说一句比较粗的，那个日子当时要到不是我们的事，所以所有主情他知道那个世界末日当时要到的人，他一定不是出自上帝的旨意。马太福音二四章三十九节嘛是甲咱讲，讲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。耶稣甚至讲，人主嘛毋知，只有上帝知。上帝无爱咱去猜测，无爱咱去推算，无爱咱家己去解释，免得咱把咱应该爱做的工课。迄伫一个物件，免得咱干那只有想要等末日的降临。上帝嘛无爱咱抓准讲，还阁早呢，还阁有时间呢。所以祷告先去放松家己，随便来犯罪。时间是掌握在上帝的手，人的性命。嘛伫伊个手内，咱应该尽咱个心志，尽咱个气力来学习真理，来实践上帝个旨意，来把握时间，甲人分享上帝个听，予咱个人生不管是拢真侪福音个见证者，予咱会当尽力发挥咱性命。一直静甲困难，来应允上帝，你就得进来。所以安尼，伫咱尽量的服侍内面，咱不管是就拢会家家己准备好，来迎接主基督的过来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万感谢你。通过对你来的信息，我反知影，我不是时间的主宰，只有是天父上帝，是掌管历史、掌管时间的上帝，也是享受我活命、享受我年纪、享受我温素甲困难，通来
服侍上帝，服侍众人，是掌管阮性命的主宰，主求你帮助阮，让阮真正明白阮的本分，真正明白阮所要爱做的代志，做帮助阮。无去对任何一个自称家己是基督，还是自称家己知影历史的宗教，还是自称家己是先知，要甲人教讲安怎就天道，安怎赶紧通来去。我阮无去听任何即款歪传的言论，佮帮助阮会当第一。尽阮的心智甲气力，尽阮的感情甲意志，来听上帝，搁听厝边，用这款充满听心实在见证，来显明主你的恩典，听他伫阮的中间，伫阮所徛起的世界中间，来看下任何出伫魔鬼的诡计，主求你帮助我。在你所有的时间、生命以及一切运作中间，我愿尽本分来应当助你，你也得尽力。基督不主要所有的生命，阿门。